那我们今年的校本课程体验活动，还有环保园艺的活动呢，即将在今年中准时开始。那在这边跟各位家长以及各位同学稍微做一个说明，我们今天的活动会分成几个部分。那首先呢，家长来宾，我们在大门口这边报到完之后，如果您是目前就读幼儿园大班的家长或是同学，我们考研会，所以呢，如果说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你有携带环保餐具或是环保杯的，那可以现场跟那个班级杀价一下应该会获得一些折扣那我们响应我们的环保诉求，那希望呢今天我们的环保园会可以尽量做到低污染尽量符合环保的要求。那待会九点钟开始呢，我们会有团的展演包括国标舞、合唱团、直笛队、篮球队以及国术队，那这几个特色校团我们学校非常著名，而且呢成绩非常好的校团。那待会呢九点钟开始进行校团，各位同学可以到东航这边来观赏。那您获得一面之星表扬的同学，那这些一面之星呢，他们都是在各项比赛获得全县第一名三名，他们才能够今天来不简单的所以呢，待会呢，各位家长可以请到东航这边来为这些同学鼓鼓掌鼓励他们在各项比赛有非常好的表现。那十点钟之后欢迎所有幼儿园大班的家长以及同学，我们会有学校几个特色场馆的导览，那会我们学校六年级的家长到英语村搬到特色场馆，以及我们的图书馆，以及我们的活动中心的云林小一郎来看看我们学校的环境跟设备。那希望今天可以让所有的家长所有的大班的小朋友对云林国小的环境有初步的了解。那待会九点钟我们活动就会正式开始。那接下来呢，主任这边要请待会要颁云电之星的小朋友今天要领云电之星奖项的小朋友，现在请到中廊来集合。再报告一次，今天要领云电之星奖项的小朋友现在请你到中廊来集合。
陈佑珍，李定佑，陈佑珍，刘嘉和，周元瑞，张少义，陈玉涵，郭雅伦，施柏如，梁凯杰，林乐恩，梁芷若，洪义慈，陈庭院，邓书伟，王怡莲，戴杰恩，许玉伟，请以上同学听到广播之后到中廊来集合。听到广播之后，来集合。
那我们今天的2017年我们校本课程嘉年华以及环保园会的活动即将要正式开始。那麻烦今天有到场的我们的各位嘉宾各位家长您可以呢拨空到中台呢我们中场这边以国标舞社的台吧已经准备要开始进行今天精彩的表演。那中场这边待会会有我们的社的特色今年度获颁我们云林国小象征云林国小最高荣誉的云电之星奖项的表扬那今天所有获奖同学的家长麻烦您也可以到中场这边来坐待会可以补非常珍贵的画面回去做纪念。那我们学校群体这边同时也有今天的校本课程体验摊位以及环保园同步展开希望各位嘉宾今天可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早晨虽然呢昨天要上班今天学校还是没有休息那看到所有的同学今天还是非常有精神那我们不要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我们首先就邀请我们的国标舞社的同学带来今天的序曲表演的第一个节目这同学我们在学校里面常常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橘色的打扮的这些同学在学校里面到处穿梭好像在学校里面飞来飞去那是不是请大我是120今天表示说的人工的时间来练习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我们都看到大人的国标舞很少看到这么小的小朋友的国标舞来小小朋友笑一个摆 pose 好来是不是请我们现场所有的来宾再给他们一次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小小舞者是我们张景瑜老师
们利用我们这边的社团时间，然后做练习。虽然每个礼拜只有两天的练习时间哈，但是小舞者们其实都很认真，非常享受在早晨时光到学校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舞蹈教室去跳舞哈。让孩子能够更体验到课程的多样性以及
尤其课程跟我们的联游会还有欢迎新生来莅临体验游乐，所以在这几年看到刚才所带领之下展现了许许多多在主比赛都非常杰出优秀，来自我们的首届的生命力都是代表一个最好的一点，也是把我们多走完打数走完打线，这些未来都是因此而我们一最最优秀最杰出的一个指定的，未来在我们人生在社会中间一定有更好的成就，更好的一个付出。所以尤其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右边我们的紫色的光点，这张图是西麦，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多小所有的环境跟品质跟因为整个学校的学生班级我也想到，尤其班级我可以请到，如果顺利的话，在今年年底明年就有一批家长、我们的学生等一起来参观哈，更多的给你，还有开心的大家参加会。你还不走哈？你来我们来。欢迎各位，我们第一位，我们来。好，我们谢谢库南美丽，那这边也跟请上台领奖。那这个奖项我们是不是荣幸邀请我们的南家处长来为我们的同学颁奖？有请处长。好，黄玉慈同学呢？合唱团的小朋友的表演不容易哈，孩子要有很坚强的毅力，他们。